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个油。油基本上呢，我们在取的结构上有几种，除了这个油以外，我们有取这种的油，一个肉，一个肉，还有这样的油。好，那么炒在洗的时候呢，我们取的这个的话，那么它的洗法，这个造血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油的写法